双泡罩包装是指纸质包装形式，产品包装有两个外壳，包括泡罩壳、三折壳、底泡壳、半泡壳等。酒盒的植绒比普通的植绒要多，这种植绒材料通过特殊的工艺附着在普通的塑料材料上，给托盘表面一种高贵奢华的感觉，用来提高包装的质量。吸塑电子托盘是专门为一些电子设备、电子元器件和其他特殊用途定制的托盘，我们也称之为吸塑电子托盘，它在保护电子和装饰产品方面发挥着作用。